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进化的飞跃，在卯宿星人的指导下唤醒我们的十二条 DNA 链。问候，亲爱的人们，卯宿星人是先进的外星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观察地球并监测人类的进步。数亿年来，在许多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在等待以物理方式展示自己和先进技术，直到人类准备好进化到更高意识和精神意识的状态。我们的星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点，我们面临着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创新和扩展思维的挑战。卯宿星人认识到，人类此时有机会在理解我们自己、宇宙以及我们与所有生命的连结方面实现巨大的飞跃。他们希望在过程中提供协助。卯宿星人的仁慈意图是帮助提升人类意识和核心 DNA 结构，这将使人类能够更多地挖掘其真正的潜力，并为人类制定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与所有众生更加和谐地产生共鸣的道路。卯宿星人专注于精神治疗和文明进步，他们充满光明的智慧，可以在这个过渡时期深刻地改善地球上的生活。卯宿星人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他们热切地等待时机成熟时与人类公开互动的机会。在那之前，他们将继续从他们的家乡向所有接受他们希望讯息的地球人发送光流和灵感。卯宿星人希望赋予人类力量，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一个充满健康、幸福和满足的未来。升级人类 DNA。 卯宿星人来到地球是为了帮助将人类 DNA 从典型的二链形式升级为升级的十二链形式。我们基因结构的升级对于人类未来的演化极为重要。有了十二条活跃的 DNA 链，人类将能够发挥更多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才能。 DNA 承载着我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蓝图，激活更多的线索可以让我们挖掘更多的潜力。卯宿星人希望帮助人类过渡到更高的存在状态，他们明白扩展我们的 DNA 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更活跃的 DNA 链将使人类能够利用更多的大脑容量并开发新的能力。升级到十二链 DNA 还将允许人类与更高频率的能量连接并提高它们的振动。这种扩展的感知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真实本质。我们将更多地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在卯宿星人的帮助下，人类已准备好在其进化之旅中迈出一大步。他们正在推动的 DNA 升级将真正从内到外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开明的人。这是他们的一种爱的行为，旨在帮助我们的物种获得更多与生俱来的力量和智慧。十二链 DNA 的优点。从二股 DNA 升级到十二股将为人类提供非凡的新能力和理解。每增加十股被激活，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能力就会经历巨大的飞跃。根据卯宿星人的说法，十二链 DNA 活化的主要好处包括：一、增强的直觉和心灵能力。透过觉醒的十二脉轮系统，我们将拥有增强的直觉和心灵能力。我们将能够轻松地运用我们的更高智慧并辨别真理。二、改善健康和福祉。激活额外的 DNA 链将清除堵塞，让能量自由流过我们所有的脉轮。这会改善身体和情绪健康。
细胞再生更快并有效清除毒素。三、获得高级知识。完整的十二链 DNA 激活解锁了我们有意识的连接到通用智能网络的能力。我们将能够利用先进的宇宙知识来快速学习和理解。四、更高的创造力和表现技能。我们的创造力潜力将是无限的。我们将能够透过专注的意图，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量和更精确地表达我们的愿望。五、维度旅行和隐形传送。随着我们升级后的脉轮系统提供增强的能力，透过集中的意识思维产生虫洞，星际旅行和隐形传送将成为可能。六、千里眼和金光。我们将能够清楚地看到和解释我们周围的能量场，从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众生。我们增加的敏感度也将使我们能够想象替代的维度和时间线。可能性是无止境。活化休眠的 DNA 是拓展人类潜能、突破目前限制的关键。卯宿星人在这里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启蒙的新时代。二、人间天堂，令人难以置信的 5D 转变的光明未来。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从 3D 到 5D 的维度转变，通常被描述为人类意识和感知的深刻而快速的转变。当我们过渡到 5D 的更高振动状态时，我们确实会感觉到我们的意识正在扩展。从 3D 生活到 5D 生活的转变将使我们进入更高的存在状态。 3D 存在的特征是分离、恐惧和限制，而5维则以爱、团结和自我表达的频率振动。在 5D 5维中，人们将体现出他们内在的神圣品质，善良、同情心、快乐、创造力和内心的平静会自然地从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我们将认识到我们与所有生命的内在联系，并尊重地球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物。我们的思维也将远远超出他们目前的能力。透过更少的限制和更多的接触更高的自我，我们可以发展心灵感应能力、直觉、心灵意识和新的沟通方式。我们很可能会放弃口语和书面语言，直接透过心灵进行沟通。生活在第五维度，将消除 3D 矩阵强加的幻象面纱。焦点将从物质主义和外在力量转向内在。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现实，并为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承担我们的责任。许多人的觉醒过程已经开始。随着更多的觉醒和锚定 5D 频率，维度转变将迅速加速。这一个重大的事件可能会迅速而戏剧性地展开，从而引发巨大的变化。然而，有些人认为这种转变将在未来几年逐渐发生。不管怎样，五 D 生活将远远超越我们所知的一切。为转变做准备。即将到来的五 D 转变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需要适当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准备。以下是一些让您做好准备的建议。一、身体准备。透过断食、结肠排毒或重金属排毒来净化身体。去除毒素和密集能量将使您的细胞更容易以更高的 5D 频率振动。改用以植物为主的有机饮食。水果和蔬菜的较轻能量将有助于身体振动的增加。肉类和加工食品会让你感到沉重。花时间在大自然中，连接到地球的自然节律和元素能量，将有助于调整您的身体场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平移。有充足的休息，
适当的睡眠可以让身体有时间整合传入的能量和光代码。二、心理和情绪准备。释放对可能性的限制性信念。从本质上讲，这些源自于分离的幻觉。在 5D 统一意识中，任何事情都变得可以实现。放弃控制的需要。5D 的更高振动带来对神圣意志的臣服，它总是将你的最高利益铭记于心。让事件以信任的方式展开。清除负面情绪和创伤。采用情绪取向治疗 EFT、敲击、呼吸和冥想等技巧来清除旧有的基于恐惧的能量并提高振动。透过祈祷、咒语、瑜伽和宽恕等精神实践打开你的心灵和精神能力。扩大你的心灵空间将增强你接收正在传输的升级的能力。在沉默中度过时光。安静你的思想可以关闭自我思想的喋喋不休，并让你在转变临近时适应微妙的能量转变和内在指导。透过适当的准备和释放密度，您的细胞将成为 5D 频率的晶体导管。你将优雅地驾驭扬声浪潮，进入和谐、和平与启蒙的崇高状态。据说，在轮班期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当我们的高级脉轮启动时，直觉和心灵能力大大增强。我们可能会获得直觉的洞察力，更清楚地看到能量场和光环，并进入更大的宇宙意识，增强对所有人的一体感、连结感和同情心。当我们与 5D 中爱的更高振动产生共鸣时，分离的感觉就会消失。当我们学会透过意图和想象来快速表达我们的愿望时，表现就会得到改善。当我们更专注于当下时，存在感和正念感就会增强。感知灵性存在和指导灵，并与之沟通的能力，包括天使、扬声大师和外星人。当我们与源头能量对齐时，会感受到幸福、内心的平静和无条件的爱。愤怒和嫉妒等基于恐惧的情绪将会消失。当我们挖掘更高自我的无限智慧时，创造力和灵感将达到新的境界。当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灵魂使命时，人生目标就会变得清晰，加速个人发展，复原和再生。我们生活中的同步性、奇迹和表现不断增加。当我们的能量体重新校准时，这种转变可能会产生有形的身体感觉，从刺痛感到可见光。对每个人来说，这种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带着开放的思想和心灵，我们将优雅地驶入令人兴奋的新 5D 存在。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